千周报的读者大家好，我是唐圆圆天然冰品负责人，我姓杨，杨明运。今天很高兴啊，透由那个仙周报这里来介绍我们的天然食材。我们是民国87年就在高雄文化中心这里，成立一家天然的这个冰品店。我们有感于那个目前呢，因为就是说，所有的食材哈都有很多的添加物。所以呢，我们就针对这个部分呢，来开发很多的天然的食材。像我们这个天然的三 Q 粉圆，是由这个进口的番薯粉，哈，全部不加防腐剂或者是色素，完全是采用天然的。再来就是我们采用那个加拿大的枫叶有机黄豆，来研发我们的有机豆花。再来还有我们的五行开运汤圆呢，是我们店的特色，它是采用那个天然的蔬果，包括菠菜啊、菠菜汁，还有水果，两种颜色的水果，然后来研磨新鲜当季的水果及糯米精制而成。那至于黄色的这个糯米汤圆呢，我们是用甜心地瓜及糯米精制，然后它是我们的用这个很鲜艳的这个黄色，然后来制造成黄金的汤圆。至于这个黑色的，我们是采用这个黑糯米制造而成。五行它在五行里面呢是属于水，就是以这个时令啊，就是五行相生的原理来增生我们本身的这个气场。今天那个很高兴能够透过仙周报哈，跟大家结缘，那希望呢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呢，能够将我们这个纯天然的冰品哈，还有甜品能够发扬光大，让分享给社会大众，让大家吃得健康，好时来运转，谢谢。仙周报的读者大家好。我是清溪小吃部，我们在双峰中街81号这边卖，有咸汤圆、米糕、虾丸、肉丸。我们这边的主食是米糕，我们这边的招牌是综合汤。综合汤因为里面有虾丸、肉丸、汤圆三种口味。我们这边的皮一般客人最称赞的就是我们的皮很 Q。皮 Q 啊，我们的内馅很香啊，都是用夹心肉做的，所以不会说干又干又涩。好，仙周报各位读者大家好，我是那个外教的服务人员，就是我们是纯粹都是原汁原味的，然后我们是整只羊下去熬煮大概也是十个小时这样子，因为我们有加入十几味的中药下去熬煮，然后我们这是一整年都可以吃的那个比较良补的那个口味。招牌我们招牌就是只要是羊肉卤的羊肉面啊、羊肉饭啊，还有沙茶羊肉啊，还有苦瓜羊肉葱包，这个都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这个米糕只有冬天才会推出，夏天是我们是没有做的，我们这个纯粹是都是麻油米糕下去做的口味。我们主要我们的特色是羊肉是整只下去卤的，所以我们的汤是原汁原味，没有说另外，所以很多客人说来说嫌我们的汤汤太少。因为我们那个是整只下去卤的嘛，然后你不可以汤那个水也不可以太多啊，这样就那个汤的浓郁就会比较淡了，这样子。仙周报的粉丝大家好，我是三五姜母鸭的店长，我姓洪。我们三五姜母鸭的特色是它的姜母鸭是以红面番鸭为主，还有上等的红麻油、黑色麻油为主。
因为我们的药材属于比较温和的药材，所以一般大众都蛮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北部跟南部的天气是不一样的，所以北部比较冷，南部比较热，所以我们中南部的药材我们都依照季节去变化，会稍微调整比例。啊，我们采用的麻油是属于就是上等的黑麻油，然后我们的肉质是每天它现货过来，所以我们要还要经过处理、炒过、烘过，还要一个多小时左右，所以我们的肉质跟一般的肉质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肉质是才四五个月的肉质，比较口感会比较好。你要是一般超过半年的鸭肉会比较老，而且比较干，所以我们才四到五个月的肉，口感就是不会那么长，就是不会那么干涩，比较有嚼劲。我们火锅就是有四种，就是鸭肉丸，还有那个鸭血糕面线部分。很多客人都以为是米粉，可是它是面线，它放久也不会软软的，它的口感很赞。还有就是介绍我们的鸭肉丸部分，它是属于手工限量的，所以客人都必点。欢迎仙粥报的粉丝们可以有空过来我们三五姜母鸭这边品尝我们的美食，谢谢大家。这边是亚洲鳖大王哈，我姓郑，我是这边的老板娘，我姓郑，我们亚洲鳖大王是，经营将近差不多20年了，我们是从路边摊一直慢慢的延伸到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我们亚洲鳖大王是从路边摊就是一碗一碗的。卖一碗200这样子，一碗一碗的做起来啊。我们的招牌给阿弟豆皮是选用土鸡，还有我们的鳖，选在2斤以上的鳖，然后跟猪肚一起下去熬煮。因为鳖本身它没有油脂，所以加猪肚跟鸡肉下去煮起来的汤头会更好更鲜。我们店里有那个蜂蛹是比较特别的，我们的蜂蛹是用炸的，然后炸的外酥内软，然后很香，富有丰富的蛋白质，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改进，一直改进到现在有3杯的，有药膳炖鳖，还有给阿弟豆皮姜丝等等一些的，加上海产，加上山产，一起为各顾客服务。仙粥报的粉丝哈，如果有对鳖有兴趣的，可以到我们店里来坐品尝一下口味，谢谢。你好，我是鸡脖烧酒鸡的主厨啦。也是负责人啊，我毕姓萧啊，本店在创立民国66年的9月20号啊，经营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那本来我跟我父亲哦，这个店是我跟我父亲一起创立的啊，我父亲本来是在做那个鸡啊鸡的中盘商啊，因为为了这个经营的形态哦，我有所改变啦，变成中盘商哦，越来越歹做。比如我迄阵头开始，我是属于玩票性质，然后为了两边兼顾哈，你即系讲菜鸡啊刷，啊开始开始做。就当初的开创的历程是安尼开始来的。我们创业的时候是因为我的店名本来是鸡脖烧酒鸡啦，而且烧酒鸡是代表作啦。了后我的加一寡较特殊的口味，像我有韩国铁佗，食因的迄个人参鸡对无？所以阮尾啊，当下改良就变到切到一块，因是有鸡糯米、蒸鱼啥的，阮是无啦，阮是干呐纯粹的用人参啦、中药材啦，加外来煮安尼尔。像阮遮上较有名的米线。哦，我那是纯手工的，那个手工面线呐、啊。